我在备战过程中，我把训练作为我生活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，那我就会去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训练当中。那当然学习啊，然后或者是我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，我就会给它稍微的搁置掉。像同学们可能现在就是主要的事情就是学习，那就100%的精力放在学习当中。但如果有压力或者是觉得疲惫的时候，然后再去做一下自己兴趣爱好。